五排，就是只有峡谷之巅出来以后才比较略显公平一点。全军出击！就两周之后的峡谷之巅出来才比较公平。消化，然后进化。飞舞，酒桶打野，分担优势。酒桶是直接石头，酒桶这波是直接四鸟砍。他以为我是石头人开的吗？这样刷野的吧，海克斯这样刷，普通刷应该很快的吧？注意危险！我在路上。别打，应该你们懂的。注意，别打，别打。注意危险！千万别打。要是河蟹了，有人护甲鞋，这波的话，太慢了吧？他们绝对不看。大哥，你就这样子把老子放弃了吗？狗熊。来呀！哎，我五级啊，你为什么不来呀？哎，我受不了了，你就这么在意那点兵吗，哥？对面酒桶四级，我五级了呀。我都开麦喊他过来了，就是不来。对面劫在中路，我们这波团，我们刚这波是随便打的，知道吧？永恩他这个英雄，他再怎么厉害，他前期还是偏弱的，你知道吗？哎呦我操，受不了，真受不了这些乱玩游戏。三级一般进化 W。敌方劫失踪。游戏。凭什么？你告诉我凭什么不能打？酒桶四级，我五级，怎么不能打？他也五级了，为什么不能打？你告诉我，狗熊会怕一个永恩吗？我想问一下，狗熊前期的数值会怕永恩吗？会怕这种五级的狗熊凭什么怕永恩啊？我想问一下，凭什么怕一个前期这种偏弱的酒桶啊？那波团战随便打的好吧？我双五级打不过一个只有一个五级的人吗？非要去吃那点线是不是啊？天哪，你还挺有意思。我不是在找理由哈，兄弟们，不是说就是该说的就得说啊。我信号拉满了，跟还跟开麦有个关系，有什么关系啊？开麦有半毛钱关系。
那波团战是能赢的，主要是没事，算了，不讲这个了，没什么意义。我在路上，克斯致谢登场，元素亚龙登场。他也知道这边上单差距太大，也只是这个。对面还敢打吗？这波人头可惜了，这波人头太可惜了。这波的话，我看一下能不能吃下他的四鸟，把四鸟吃一下。进化了，了解。继续打吧。能抓一个也行。小心啊！敌方劫失踪。啊，继续往上刷，把野怪先刷一波。现在我们的经济还不错，这把节奏还可以。注意危险！注意危险！防御塔渡层即将脱落。Enemy rampage. Enemy slain. 单排挺受罪，妈，等会招募一下，随便招募个就有。这种狗子，神界先打先锋 QA， 再 QA。差点钱啊，我差150块钱做幽梦了，回家做巨蛇吧，算了。这把上单差距有点大哈，但是其他路玩的还不错，不差。那这把对面的阵容后期还是可以的，像酒桶啊、永恩、老鼠这种的属于是偏后期的。我在路上。我得看他直接跑路了。Ally slain。哎，不能去这个河蟹的位置啊！我去河蟹的位置，我要死掉。Enemy turret destroyed。不能去，不能去。我之前被河蟹打死过一次，这个事情不能去看了，看不了一点。还行吧，这把的话至少是说队友还是可以的，兄弟。哒哒哒哒哒。402。两件套的永恩打怎么打呀？这永恩直接一 Q 大招，我直接没了。浪费时间了，我们得赶紧刷野了。重伤。我在路上。可以，完蛋，
打得好。上来漂亮 ，Q 成 A 下闪现 Q。哎，这把不是一件好事啊，龙头全都给补了。哇操，这一把这一波的话就很痛苦，全是狗熊的人头。给我的话，这波我经济再多1000块，我直接乱杀了，这波我就回家直接大穿甲了。两条小龙哈，这波的话我们家的下路玩的是真好呀。又开送了，明天吧，又送开送起来了，又送了个大的。真的，你是个人吗你？我真的，这人玩游戏真的有点好没有？拿了人头就开送，这波卡玛跟那个冰女打得很好的，然后他 K 了几个人头之后又开送了，又送个大的头送出去了。刚值点钱，哦，不好意思，没事，他已经跑了，墙太厚了，你们好像你们应该没有看到吧，墙太厚了，做到。Enemy killing spree, shut down. 哎。Shut down. 这让人家怎么帮你？哥啊，你们再送起来真没得了。那是男爵登场。得得得得得。讲道理，冰女不能带线啊，冰女不能带线的，她带线的话要出事啊。溜不能再往上顶，再往上顶他可能会偷大了。来拿增益，打得特别稳啊！现在双方都很稳，中路开打起来了。打不住，他连上去先秒一下，近身挡一下技能，这波闪现拉开，再 W 上去，所谓依靠连上去再拉开，拉下三指啊！不行。一口血，虽然说这个狗熊不是他很菜，但是他至少是个前排，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感觉。集合进攻那些男爵。哇，这三件套传送。那谁送起来的呢？那也没办法。这人家一个永恩他妈杀懵了，这永恩一个人他妈直接打五个，这永恩。被一个永恩打烂的，我
呗，走呗，走呗，走走走，回家守行不行？回家守，别再上外面浪了，行不行？我求你了，哥。我尽力了，我尽力了，打上来了，这不他们大龙白打的，这酒桶直接被我打了一波龙错，拿了三条龙，我直接这波我说实话拉满了，好吧。我们到后期已经，他已经有双生花了，这个已经有双生花了。我知道这把会比较难打一点，啊，但是我们总是要去努努力的呗，对不对？你不努力，总得去拼一下。万一拼到十八分钟，我们抢个远古龙，打波对面一波掉点，远古龙双龙会了呢，对不对？不要着急，还有机会啊，对吧？自己还有机会。没有金身这波啊，他喵的，他的大招一直点着，你知道吗？这杰的大招一直疯狂在点，就是我 E 上去他直接开个大了。所以为什么说杰比较克制螳螂，就我第一波 EQ 的伤害被他克制了，有点可惜。最主要这波我没金身，但也还好。又送，别送了，别送了，给点机会，别送了，全残了，全残了，加油啊，加油 C 啊，永恩开始站起来了，这波有没有机会啊？ OK， 漂亮，双龙会有了。哎，补个状态双龙了，补个状态双龙了，我回了，我过来了，我过来，小心急啊，直接捡啊，捡果子，双龙双龙双龙，那时男爵登场，我在路上，在路上。哎，别回了呀，别回了呀，大龙了呀，直接来啊，直接来，快快快快，五秒钟来得及的，五秒钟来得及，秒了就走好吧，回家恢复点。哇，爽！你永恩再 C， 应该也 C 不过双龙会吧，兄弟？应该也 C 不过双龙。来拿增益，为什么召唤水晶不再重生？卡玛奇隆，你能怎么办呢？ OK， 感谢大家来直播间，觉得主播玩的不错的可以点点关注啊，谢谢。你能咋办，兄弟，这把翻了。但是关键说实话还是他们这波 4v4 没打好的话，我们也不可能拿双龙。当然最我感觉到了有价值的猎物，喝了一碗蜂蜜，太甜了吧。
新皮肤要买宝典啊，兄弟们。谢谢咪咪的入团卡。下了，为什么？吓人了！想抢我的蓝 buff， 刚刚那个剑圣好像拉脱了。他刚刚剑圣是不是拉脱野怪了？他为什么刚刚还在蓝 buff 的位置？半十只狗是正常的，你就算是不玩螳螂，你也要半十只狗呀，知道吧？正常。这波剑圣刷也拉脱了。我来的刚刚好，舒服。没有没有，说实话，兄弟们，螳螂这英雄其实是没有什么操作的英雄，就是那种，反而就是那种，没有位移的英雄，才是。就是没有位移英雄才是需要操作的，螳螂是有位移的，有位移有大招，有隐身，有E，所以说他是比较简单的英雄。你像玩剑圣这种英雄才叫比较难，就剑圣这种英雄就很难，就是他需要该怎么样的进场时机啊 ，W 去挡技能啊 ，Q 的时间啊，躲技能的时间，这才是比较难的。就说你感觉剑圣好像很简单，就砍就完事了，但不是的。他考验的东西很多，但我螳螂不一样，我可能，你看我跟一个螳螂跟一个蛤蟆这边斗智斗勇，这把下路裂了。这维鲁斯跟萨拉芬尼玩的这么菜，那一把的维鲁斯萨拉芬尼玩的那么厉害，这两个组合搭配那么牛逼的阵容，打不过侠跟辣妹，绝了。所以说一个英雄的强度还是要搭配会玩的人，不会玩咋样也不行。有眼睛帮不了，这波要刷野。慢慢打吧。吃个河蟹回家磨中，很爽。真的尽力了，真尽力了，救不了你啊，哥！4600的经济，这波的话是一个水龙头。那这把下路的话，我们自己优势，但是下路没优势。哇，这 AD 经济。元素亚龙登场。是，
再 Q 一下，高级一跨两上 A 下 A 下 W A 对，听话一 W 闪一跨两拉，好像是没有那么必要的，好像闪现没有必要，但是很帅，兄弟们玩帅的。玩帅的，铁男铁男铁男，先把铁男杀了，地上会神，来，漂亮，瞬间起飞，兄弟们，直接起飞了。这把打完，兄弟们，我就要打那个了。这把打完，我们就换大号去打了，兄弟们。我们就要去冲榜了，我们今天要干到宗师，干到宗师去。远离敌方，弗拉基米尔。防御塔布层即将脱落。大拉芬你好大。大招你在装什么？没有 W 血，你还在装。我一件魔中装备打他不够秒。你看了没有？七分钟一件魔中装备伤害一样是可以秒七。真不低吧，其实我没有觉得说魔宗一定很厉害，我只是觉得这个魔宗可能，比如说螳螂本来就是一个中后期的英雄，那如果你去搭配一个中后期的装备呢，我就会觉得会稍微的舒服一点。那么它的缺点呢，确实是它前期会变弱呀。那你没有想个问题，就是如果我说我能在五分钟龙团之前把一个2700块钱的一个装备做出来，正常来讲哈，兄弟们是不太可能能做得了幽梦的，因为那个时候想做幽梦是必须得三个人头，但是你做魔宗你只需要一个人头你就可以出魔宗，所以说你好成型，如果你能提前把魔宗做出来，也不亚于说就说五分钟之前打龙团，那肯定是比你这种小剑厉害吧，对不对？当然然后拖到后期，魔宗一个装备能加到70点左右的攻击力，然后再上额外的物理伤害啊，魔抗伤害啊。哎对，哎打不一打就死掉。当然这个东西最重要的还是在于你们自己，没有必要说一定要去学习，你们可以去试着玩一下，那你觉得不好用你就按照正常的出装就好。现在有的主播比较喜欢出什么幽梦黑切啊，或者就是正常的以前幽梦星石啊，都是可以的。还好吧，螳螂也算是 T1 好吧。你现在什么才叫下水道打野？皇子啊，皇子怎么这皇子男枪才是下水道的打野？男螳螂不算下水道。螳螂算 T1 的 OK。 Turret lost。 来拿增益，准备小龙吧。皇子纯垃圾英雄，这么说吧，我这段时间这一个月内我从来没有被皇子吃过分，只要选到他我就觉得这把稳，只要对面只要有人拿皇子就知道这把赢。我真的我不开玩笑，没输过，还有对面拿男枪我也没输过，螳螂打皇子打男枪就是吊打，但是我碰到狮子狗的话70%-80%会输掉，所以有时候不是说，所以说有时候就是英雄之间的克制，或者是哎呀就是对位问题啊，就有的英雄之间是有一个很大的差距，对吧？
差距是很大。阵容起来了呀！我去，人家打团这么猛啊！哇，打团这么屌吗，哥们？我们打团居然没打过对面。这我们小龙啊，两条小龙，经济领先对面6000。他刚好扫描扫到我了，要不然这波的话还真有机会的。把蓝先反了，把他野区先进一下，不要紧。不过我们要等一等，找不到。那时男爵登场。大招。没有大呀，哇，我就差2秒钟大招，这剑圣砍起来了，别呀、啊、别呀、啊、这剑圣别掉了，杀了一个上单，但是有什么用啊，这吸血鬼跟剑圣砍起来了，我在路上，哎呀，2秒钟大招，好可惜，没了，这波大龙没了。别打龙啊，我们你是真恶心。 OK 还行，铁男给我关着了，这娜美本来我杀了，我那个 W 大打到娜美了，然后他给我关起来了，还行还行，不亏不亏，可惜了，他们打得好快，好尴尬呀，把又把那个影魔刀做一下吧，赶紧刷波野，把影魔刀做起来，再做个金身。总体来说，其实脱离波他们大龙的发育啊，带不线，我们这龙很强呀，为什么会打不过呀？这么强的阵容打不过对面阵容吗？毒液的女粉丝，这把对面 AED 是毒液吗？消化，然后进化。OK。来拿增益。不要吃我的蓝。你们真的太急了，虽然说一波不了，元素亚龙登场，头神啊，高地没了，不会输，等个大招，我在路上，转中啊，直接中啊，中啊，中啊！
快呀！再磨就行了。怎么样？先清兵线啊！牛逼，打在公屏上。Victory. 这一把一打九，不开玩笑吧，这把一打九，是不是一打九这一把。真正的 1v4。